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天气呢非常好，法兰盛公园里边的人非常多。公园里边卖吃的的人特别多，很多人卖水，我不知道他一天能卖多少，但是有很多人在卖。这些人是真的很勤奋。这段时间呢，工也不好找，钱也花没了，失业金又没有。这些人在炎炎烈日下啊，今天的天气非常热，90度，在炎炎烈日下赚一点生活费，这种行为呢，值得我们大家学习，嘿嘿。这里的风景还行啊，这些人在90度的太阳下面踢球，哎呀，勇气可嘉。哎，前面有个
前面有个姐姐阿姨卖什么的，那是我们过去看看，我们也不买啊，我们就看看。我们问问他有没有 license， 他要没有 license 我们就把他抢了，或者我跟他要一个，免费要一个，他要给我就拿，他不给我抢一个就跑。算了，这是女孩子的，我就不要了。这里男厕所也在排队啊，我们可以看，女孩子那边排的比较多，男的这边也在排。看对面来的这三个美女，两边一边一个拉箱子的，他们的箱子里边就是装的水，冰水，可能就是一个一块钱这样卖。所以大家千万别说拿失业金的人是不勤奋的，他们可能都没有失业金拿。好了，如果你没有来过这个公园呢，你可以过来看看，还行。好，拜拜。